讲话阴阳怪气，可以。你应该是个阴阳人，讲话阴阳怪气，可以。我得小心一点。全军出击，教你们如何三级单杀亚索。嗯，人家出钩你就出九，可以啊，这么真实。我不太会打牌啊，我不太会打牌，不是我的强项，兄弟们，没得办法，我们直接推线，不用管。哎呀，打亚索应该控线呢，哎，没事，推线也行。玩法多种多样，虽然说打的是一样的英雄，但是玩法还是很多样的。那就直接推线，可以。他 Q 位我一下，我有点痛。那你这三个刀，那你还想补？他补三个，我也补三个，咱们五五开，还行。赶紧抢个二，他快二了。他被我刮了两下，哎呀，喝药，交闪喽！我靠，打海影打完红就是来了出，直接来抓呀，太假了吧！要不要这么来针对啊？打完红就直接来抓。再见。只要站着不动，他就刷新不了他的护盾，直接完成一波一血单吃。怎么说？赶紧升一波三。干啥呀哥，你好像奥特曼、猪猪侠、闪电小子、葫芦娃，你一个凯隐不去发育跑来干咳，这是。那我这一波太舒服了呀，前期拿两个头直接起飞了呀，我回家直接铁刺鞭了呀，感觉对面没得玩了，回家直接铁刺鞭是什么概念啊？翻墙溜了，回家直接买装备，铁刺鞭直接拿下溜。875出来的话，兵线还可以，兵线还不错啊，这兵线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是主 Q 还是主 W 呢？是个问题啊，想一波。主 Q 可以主 Q， 可以主 Q 跟他玩一玩。主 Q 可以跟他搞搞对线，有想把我抓一下，感觉不需要抓，他现在已经打不过我了。 QA 这提亚马特 W 他死了两个，小心，没事，先杀亚索 QA， 没事，可以继续打 A W 呱呱乐，他死了，交闪了，你很装呢，你小老弟，你很装呢。W， 亚索没闪，继续学 Q， 很还来是吧？来呀，来，就等你过来，就等你过来呢，老弟，翻墙了，来，插个眼。咱们现在是有蓝 buff。哦吼，把兵线推了，这人不知道什么叫吃一堑长一智，还要过来抓我，线推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六级了，回家。人马节奏还可以啊，咱们家人马鞋鞋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长剑，这就厉害了呀！怎么现在绝对专注？哦，绝对专注现在加6点攻击力，可以啊，挺高了，感觉
六点已经够了，把兵线推一下，亚索这把游戏他是没了呀，走了。目测凯隐可能在偷鸡，偷完了，他人呢？他在这个草里，他在这里。哎，这个人应该在打石头人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人去哪了？奇了怪了啊！我刚才明明看到一个影子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要么在我们家野区啊。他是知道我在这边的。我们继续带就行了，不用管他，他才五级，我已经七级了，感觉可以越他，但是他有封墙，得把他封墙骗出来，我们才有机会杀他，直接推线。W 很好，骗了一手风墙 ，nice。凯隐的话应该在下路，他打完了，打完了肯定要去抓下，果真抓下，我们这一波赶紧去帮助一下队友。来来来，先杀谁呢？先杀卡莎三杠一翻墙，提前把两瓶药喝完，准备开打。先杀这个也行，提亚马特先杀一个很好，再回来打，先杀辅助也行，漂亮。感觉这波大不需要开啊，感觉不用开大，帮队友打个蓝 buff， 来来来，可以拿，拿个蓝 buff， 溜了。他应该打得玩啊，我就没必要去了，直接推线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哦，漂亮，回家了。他第一剑出三项着的，那我们再推一波线吧。亚索已经死了，再推一波。线推了，吃个塔皮，塔皮吃一下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，溜了。回家了，2100块，2100块钱不是特别够，那就要买双鞋了。凯隐的话要去打三郎，卖三速鞋。800块钱买个啥？800块钱啥好像买不了。买不了，直接出来不买，走。翻墙 ，Q 接平 A 接提亚马，大招隐身 A， 直接带走，一套给他秒杀，直接推。吃塔皮了，没大，没大，吃塔皮，不用管。人马非常坚挺啊，感觉人马要死，你信不信？吃塔皮，漂亮。继续吃，直接推线。没有机会了。他这么推线不香吗？偷个鸡看一下，能不能偷？巨齿短臂应该可以偷鸡，红 buff 有没有？没有红 buff， 上路有机会啊！来来来，怎么说？哦哦哦哦，难受，溜了。直接回中路插个眼溜了。河蟹吃不了，暂时就不吃河蟹了啊。这个人马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准备 KK？ 是不是准备 KK 这个小兵？推了。
目测凯隐应该在偷鸡，果真如此，都在偷鸡，过去骚扰一波。哦哟西，惩戒了，可以给你惩戒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直接推线。走了，回家一下。嗯，回家买个。小幽梦走了，哎哎哎，支援一下，支援一下，支援一下，来了来了，幽梦开起来，很好，起步双杀翻墙 ，QRA 提亚马特 A， 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点蓝，啊，这个人都懵逼了，我靠，他又要放技能，我直接放个点蓝，他这没了，好溜了，ADC 应该是先出来了 ，ADC 的话应该杀不死，他有大，走了，嗯。把兵线给他推了，不要着急啊，直接推线，下一件先把收集者做了，先吃塔皮，上路已经把塔推了，这个吃塔皮，我溜了，哎，可以，这亚索这风墙很烦啊，线推了，走，现在去偷偷野去了，现在可以刷一手，插个野，嗯，偷个 F6， 好溜了。算了，把这波线推了再排野吧，先把兵线推了。排野了，把眼排了，排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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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偷红 buff 走，思路很清晰。等一波，等一波红 buff。正好升个十二级，亚索已经被我们压三级了。这一波准备干他了，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能杀他直接拿一血塔。先推了，他应该在打小龙，应该在打小龙。那我们就直接推塔了，因为对面人多势众，我们以多打以少打多打不过，而且身上有两千多块钱没有消费。这是最主要的啊！溜了，凯隐来了 ，A Q A， 我操！这个头怎么是吸血鬼的呀？偷个鸟。回中路继续带线，推了，溜了，再见。嗯，回家一波，买个收集者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喝一手咳血战斧了，没错，来一个咳血战斧。嗯。咳血战斧的话，本身自带20的技能急速，然后它的被动是每件装备加5的技能急速。我们出了两件装备，就是10的技能急速，也就是说加了30的技能急速，对吧？30的技能急速相当于20的 CD， 可以有。偷个鸡 ，F6 吃一个，插个眼。
阴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眼，不清楚。喝瓶药，他很危险，走位。他如果从中间放个 W 的话，他可以探不到我的视野。看能不能阴一下，卡杀去了，但是我这个墙翻不了啊。他没有隐身了，跟梦一开 ，QRA 交尸了了，我靠 ，W 走位。走位，哦，可以啊，嗯，先推一下，差点蓝呢，没蓝呢，蓝没有，一个蓝没有 ，W， 刮刮乐，没有大，这一波的话只能 OB 了，怎么说？看队友怎么说 ，OB 一下 ，W。走位 ，QA 就提啊！哎呀操，交闪没事，拉开距离翻墙溜，再翻墙溜了，没炸这一波，能跑不？可惜了，黑切买一个，顺带再增加点肉，买咳血战斧，暂时先不买那个黑切啊。干啥呀哥，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，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，没有机会了，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，还有你 ADC 跑得真快啊，这 ADC 啊，感觉这个版本 ADC 变加速好快啊，不痛呀，就问你疼不疼，溜了，翻墙了，走，翻墙，偷鸡吧，再把兵线推了，咳血战斧可以做了，翻墙，翻墙，三郎可以买了。亚索在我附近，蛤蟆没有，杀一波亚索，等一波，他死了，你还想跑呢，小老弟，真皮，溜了，哎，亚索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有风的声音啊？我这波想救的，不太好救啊，兄弟啊。怎么说这一波的话不太好上呢，感觉我操，感觉可以上呀，胯下扎针，好溜了，19分钟211刀，补刀还可以吧兄弟们，一名1分钟0.82刀，回家买一个咳血战斧，下一件肯定会有谁会说买什么，没错，再买个减 CD， 再买个减 CD， 800块等一波，现在绝对专注加了，哇，加了15点攻击力啊，好厉害，绝对专注加了15点攻击力，有点强，黑切买一个，直接无敌，现在387，我一直没有搞懂这个主动效果的伤害是根据什么来加成呢？根据等级吗？吼吼吼！难受哟，哦，哦吼，想跑啊，小老弟，
翻墙，三郎拿一下。怎么说？红 buff 有没有？偷个红 buff。他这个根据什么来算的呢？没看懂啊。红 buff 来了，根据血量来算的哦。血量越高，那我大虫子血做个可血战斧行不行？啊？哎，我大虫子可以来个可血战斧啊。好像可以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他反正打不死呀。我奥恩出个可血战斧行不行？对吧？我蒙多出个可血战斧行不行？都可以啊，感觉。感觉有搞头啊。下巴试一下上单可血战斧流。大虫子。有人说大虫子摸得到人吗？我还需要摸他吗？直接有人集火我了呀，为什么我还摸他呀？大虫子是 AP， 你错了，你错了，直接推塔。亚索可能会死 ，AQA， 很好，很好，就等你这一下，咳血战斧。就等你这一波，小老弟，黑切可以买了。出了回血高，但是不肉。推塔，推塔。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出，确实。直接推塔。直接推塔，直接推塔，直接推塔，打不了，走位，翻墙，翻墙，翻墙，哟，你好像是不怕死，我发现你哦 ，W 大招 ，Q V 交闪拉回来 ，A 可血战斧 ，Q 溜了。回家一下，有被动，哎呀，黑色切割者，最后一件的话买个贪欲九头蛇，双吸，效果更加明显，来一个，先偷个鸡。再偷个鸡，鸡偷一个，翻墙偷鸡，再翻墙，幽梦开起来，我翻，我 AQA W 大招隐身 ，A 别急，咳血战斧电蓝，人摔死了电蓝 ，A W 翻墙 QA 怎么跑，跑不掉，翻墙，翻墙。咳血战斧，溜了，差600块钱就神装了，兄弟们。幽梦一开，翻墙，翻墙 ，QA 翻墙，翻墙 ，WO 推塔。推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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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塔。提亚马特可以买了，走，我们回家买个提亚马特。可血战斧。蓝 buff 搞一手。可血战斧。
这么嚣张，贪欲血头蛇，愤怒和气，眼一步到位，现在我靠，这谁顶得住？没得办法。